不啦。这啥门店的？面条摊门店店了，还是老老火吃鬼的。有啊，哪个他鬼肉啊？吃吃，搁那搁搁那生腌鬼肉啊，生腌鬼肉在重肉。红海那个高汤肉，是不是？哪个鬼肉啊？你这。面哪种面？你敢听那头我在重肉？老火锅。你也别希望后工哦，好边的时候哦，哎呦，在时候差不多4点多有哦吼，所以你该不要早起来，后面啊，不要到过蛇身路，遐鬼蛇拢是正好天的时啊。哦。30几度的时候，我拢还袂洗，我买几落百斤拢还袂洗，正好天开始洗。